国外一对姐弟出去玩耍，准备回家时发现走在后面的弟弟大叫起来，回头一看姐姐吓傻了。只见弟弟脖子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缠绕了一条蟒蛇，任弟弟怎么挣扎都甩不开。姐姐见状也吓得不轻，眼看蛇把弟弟脖子勒得越来越紧，弟弟也马上就不行了。姐姐接下来的做法让人感动，顾不上害怕的姐姐赶紧跑到弟弟身边帮助弟弟。姐姐死死地拉着蟒蛇的尾巴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拉扯，终于有惊无险地把蟒蛇弄开了，弟弟也得救了。真的很佩服这位姐姐，面对危险竟然没有逃跑，而是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。图片均来自网络。